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凯。今天呢，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里传统的驴拉犁耕地方式啊。今天呢，我大爷在犁地。虽然说现在很多那个已经被现代化那个机器已经替代了吧，有现在的那个旋耕机，我们家现在也是用的那个。不过呢，就是我们这里都属于那个山地，所以说往山上抬那个机器也是很费劲。所以还有很多的人也是继续用这个继续自己养着驴，用这个驴来犁地啊。那么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啊，去那里。犁的不少钱？这是干的谁的驴多呀？啊，干的谁的驴？干那个就是我的驴。啊，那冬天不来了吗？冬天的这时怕低头尖子。啊，不用干这个驴？啊，不用干。不用，我只有挑嘞，挑掉要不要钱，不要钱你不得成天手啊，你掐这个啰嗦。你就跳到这叫做直窝肉了吧？啊，再去跳过，打。嚯，你，我，打，六，打，打起来，六。就你知道我操操咬过了，你不到一个半个钟就挖了个去的，我个驴也是这个钉子操操的干的，原来个驴啊，我跟你也有我有劲，你胖比这个稍微肥呀，这个驴都也有劲，你不听你能不听，枪不咬了，头就抓不着，对死我，你嘟噜噜噜直的给干完了。抓住鞭子呀！对，我们鞭子还别管，打，你起来，打，这个没事，带，我带着六岁那个娃子跑，带。老点大家认识不认识？我们这儿就是犁完地，用这个就是烙，把这个地整个这样去光一遍。犁和烙是不可分开的呀、啊。还有这个，把这个挂上去。大概呢，就给大家拍了一下我们这里原始的这个驴拉犁、犁地，还有这个烙地。就是这么的一个过程啊，现在呢还要继续把这个地还有上边的地都去犁完，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再见。